这个一个半小时的按摩啊，你给我找两个技师。您是几位？我一位啊。一位的话，不，他俩不用给我按摩，让他俩陪我斗会地主。不玩钱的，输了弹脑瓜蹦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个，因为咱就是一泰国人，他可能不是，他要是中国人，我还不跟他玩呢，我没有把握赢呢。他泰国人，我有把握赢，我才跟他玩。是啊，看脑瓜子，你给我找两个。盘点那些顾客与技师的搞笑对话 ，Top 一。那办卡怎么办？把他办卡的话是在这边，1000的话是送200。是全国可以通用的。你是技师还是什么？我是本店的店长。店长啊？对对对。我看你早上怎么手里像那个天地会的反贼似的，不是你脚上有没有反清复明四个字？你看看要不要检查检查？你脱了我看看呗。不是我前段时间碰见个技师，他后边还有那个精忠报国呢。你脱了我看看呗。太幽默了哥。啊？太幽默了。你脱了我看脚上有没有反清复明四个字？你这是不是登机的时候先检查过安检呀？不是，我高度怀疑你是天地会的反贼。我看着多像好人呢。Top 二。你好，哎，你好。是你选的36号房老师是吧？对对对对对对。宝贝儿，你这咋的？还怪好看的呢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啊。啊咱俩不按摩行不行？不按摩干啥？我给你念经。啊。行不行？行。啊？行。这行吗？行。但是你得躺着，我念经的时候听的人得躺着。啊，行不行？你躺床，我给你念经。嗯，行吗？也行。不用按摩。那但是你等一下，我得去楼下，我得把这个给再整一下。不用送，这是拉吗？啊？这是拉吗？啊，对，提拉。拉就摆你跟前就行，把拿拉给你围上，完我给你念经。行，我下楼一趟，马上上来啊。你别下楼，别下楼。堂堂青头见武艺，走了就走了吧。处事二干十寸雨，爱找谁找谁吧。大选三阳古市场，你可别找我呀。穆定西你在吗？穆定西你在吗？穆定西。Top 三，今天不是你给我按脚，是我给你按。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没像我。我吧也是个足疗师，来沈阳出差好几天了。好几天没给人家按了，怕手法生疏了，拿你练练手。别回去给客人按，客人说这手法变了。没有事儿，该多钱给你多钱，正常下班了。不是，那就不行啊。怎么不行？哎，不是，那你在沈阳是上班啊，还是怎么的？我来沈阳出差，就今天我给你按，熟悉我的业务。我们不可以啊。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？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是谁让你找的我？没有，大众点评说你手法好啊，我来的。大众点评说手法啊？美团呢？怎么可能？真的啊？我今天给你啊，好不好？我今天申请一下同事，如果不允许的话就不行。行行，你去申请一下，好不好？你先坐上。Top 四。哎，哎，干嘛？别跪下，使不得。不，侯爷。哎，别跪，我工作呢。你别跪下，使不得。没事。不是你这不是怀了一颗感恩的心，你这要给我送走啊？每个人我都就这样。啊，没事吗？对。不用跪，蹲着就行。我不得劲。你不得劲啊？啊，那好。你是好师傅啊！不好意思。Top 五，咱就做那个208的按摩就行。好，贵客您稍等，给您打水泡脚。哎，不，你等一会儿。那个，我有个小要求哈。你说。咱们这个工作服啊，太丑了。我对生活要求比较高。你有没有那种就是旗袍款的高劈叉的服装？贵客不好意思，这个咱家没有。哎，没有事，我的，小子，你换上这个给我。不太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不是，我们没有事儿。你怎么不拿顾客当上帝啊？那一番口吐莲花之后，你这衣服换上这不挺好吗？你还不干不干？不比你那工作服强多了。Top 六，这个水是一会儿准备给我泡澡的吗？对呀、啊。不是你这个水不行，你帮我把这个水换了呗。这个水没有成都特色。你要吃什么成都特色？你这么样，你去给我整2斤麻椒，1斤小米辣，给我撒里面。
那行。我说真的，你来成都不得感受一下麻辣文化吗？那泡完人不对了就。没有事，你这不会就是麻花？我这就是，你给我撒里，给我撒里，给我撒里。那不能泡。能，你给我撒里，把这个辣小米辣给我掰开撒里。你撒就完了。真不行。行，你快撒吧。等会儿我问一下吧，这玩意儿泡完人还行吗？Later， 把辣椒掰一掰，掰一掰，对，要不入味儿。哎，你这你们这有没有牛油？没有牛油。那我泡个清汤呢。行，泡个清汤。老爸，刚来成都，我怕我一下接受不了这个大麻大辣。你这么样，你先替我进去泡一下。你瞅我，我不行。啊？不行。不是，我出去，你先泡。不行。要不别给我泡的水土不服了。Top 七，哥，咱项目选好了吗？咱家这采耳是怎么做啊？我家采耳的话是用这个可视耳镜。我是站着还是坐的？您的躺着坐。我小时候都是他妈腿上阿妈给我抠耳朵，要不我有点紧张。马哥，这个项目我家真没做过。不是我躺腿上，你给我踩不行吗？要我紧张啊。那你躺我腿上，我也紧张啊。哎呦我的妈，这真不行。那妹子，你穿的这个是棉裤还是丝袜？我穿这个是棉裤，这我要穿丝袜出来，我妈冬天得打死我。那你能不能就是找条你的棉裤，我垫的枕的也就好像是躺在那个腿上似的，行不行？这个呢可以有的，但是我跟你说，我汗脚，你可以试一试。他爸，599是躺踩是吧？是躺踩。行，你躺着吧。啊？你躺着。你躺呀，你躺就行了，我不用躺，你不用给我踩。我是个那个入殓师，然后我是实习的，我寻思没有机会实践，我寻思你躺着，我给你化个妆，行不行？化，给你化个妆就行，别当窗帘，行不行？我就不踩耳了，你躺着，我给你化个妆。那我给你按摩，要不先？不用按摩，我就给你化完妆，我就走了，我就拿你练练就行。行吗？好不好？我去问一下行吗？去问问吧。这个，行吗？行哈。行，来躺。我先刷一个，闭眼睛就行了。闭眼睛啊。老妹儿。画完了。画完了。你起来照镜子看。我可以睁眼吗？可以。来，你转过来，我看看。画的挺，你干嘛？画的挺好。Top 九，我这个按摩是多长时间？您这个按摩是90分钟。你这么样，你这90分钟不用给我按摩。啊？怎么的呀？我是做采集的。采集？对，但是我最近老被客户投诉，说采集太疼了，我就拿你练练。你这么样。这是那个700个棉圈，你这一个半小时你就陪我练练怎么采集鼻拭子，不用按摩。采哪呀？采鼻子。采。啊？采嘴吗？不是，鼻子这个准确率高一点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，哥哥？我说的是真的。90分钟后，哥到账了。我把这个做了，哎，妹子。这还有好几百个呢，搁加个钟把这些练了。你爱怎么着这个，你这活干不了。Top 十，388那个按摩是怎么做？就是身体按摩。是文案还是武案？文案。啊？文案呢？不是，你知道文案武案什么意思吗？我知道啊。文案就是轻柔一点，武案就是用点劲儿。对。我想找个武案的。五万的也可以，也可以呗。对，不是，我想换一个180斤的技师，180斤体重往上的，给我踩踩背。你多少斤？哇，这个有点困难，我就没这个斤量了。那要不这样子吧，我待会给你称下。不是，待会儿你多少斤？我也不知道我几斤，因为最近的话呢，也不知道有没有瘦，我应该在100斤左右。你这么样，这袋大米，这大米呢是50斤，你把这大米扛了。我扛不动，你放心。你加它就150了。你扛不动，我将就将就。什么？我将就将就。大哥，你可千万别将就，这钱我指定我是不挣你的，你放心吧，我让他给你重新整一个。你要不给我按，我就投诉你。那你投诉我吧，我这怎么不会？你让我抱着大米给你按摩。我388找你按个摩，你这大米扛不了。我让他给你重新安排一个吧，你不扛大米给你按摩，你这不来搞笑吗？388，你扛不了大米啊。Top 十一。哎，妹子，你这采耳做的挺好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谢谢。哎，我在你这办个多少钱的卡，就是你能做我的专属技师。
就不给别人采了，就专门给我自己采。啊，这个好像没有。不是，你一个月平均工资多少钱？一个平均工资1万左右吧。你这么样，我先办个5万块钱卡，然后你就别给别人采了。你别吓我！我说真的。妈呀，你我们这不好像不行，没有这一说了。不，你去问问那个店长还是老板呢。你问问好不好？嗯，好像。我这人有个毛病，就是有好东西吧，不愿跟别人分享，喜欢独享。不是，就是你到月我来与不来，你从我卡上扣工资就完了。你去问一下，问问店长。经过与店长交涉之后，确定好了能办了。嗯，可以。啊，可以。谁扫谁？我扫您。你扫我嘞。Top 12。行。扫没扫？哦，付款呗。嗯。嗯，过去3万了啊。嗯。再扫个2万。嗯，过来了。我现在卡里一共多钱？一共是6万6千元。6万6百。就是你以后就是我的专属技师了呗。啊。嗯。然后那个不是你别笑。从今天开始以后别搁手抠脚了啊。要我怕我耳朵得脚气。我啥时候用手抠过脚？不是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，就别搁手抠了。行。行不行？行。然后这个面纱能不能摘来我看一下。哎呀，我不好意思了。没有事儿，我都这么会儿，请你喝茶吧。我不喝茶了，卡我都办了，面纱摘我看看呗。妈呀，你干啥？那个是这样，我脸上不好意思，都红了。嗯，这个 Top 13。问一下，咱家技师都是哪的？泰国。啊，我之前去泰国赶上他们泼水节，让他们给我搅完了。嗯，他们那边风俗习惯是这样。你这么样，你把咱家技师啊，今天我全报了。就全到今天，就是泰国的泼水节，我跟他们撕吧撕吧，玩一玩，行不行？我们这场景关键玩不了。没有事，俺们上外面玩。你这边，你去跟技师商量商量，我打电话调一个洒水车，他们一帮我一帮，俺们玩一玩，全到泼水节，我让他们感受一下我的热情。外面这天能行吗？没有事，我让洒水车灌温泉水来，热乎的，好不好？哎呦我的妈！这跟老板还是跟技师商量商量。嗯 ，Top 14。老妹儿，我不想按摩了。为什么？啊，我想把你诱起来。我是怎么事儿？家里最近生了个小孩儿。嗯。然后我不会抱孩子，我先拿你练练怎么抱小孩儿。我不比小孩沉吗？没有事儿，你这大的我都能抱了，小的我更能抱了。你躺着，我给你抱着，好吧？别我说真的，不用按摩，搁练练就行，好不好？嗯。不是你犹豫是怎么回事？你要拒绝我？没有。那行不行？你躺，我练练抱小孩，好不好？行吗？咱不等会儿摁。不摁了，就练抱孩子，把你诱起来，诱你睡觉。行。啊？行。哎，老妹儿，我一会儿抱你的时候你得动啊，因为那小孩他也是动。哎，我是让你动，不是让你挣扎，你整的好像那过年的年猪似的。动。哎，抱上了老妹儿，抱挺好。哎，你这嘴不干巴吗？来，叫我奶嘴，叫我奶嘴。哎，睡觉吧。Top 15。妹儿，咱家这按摩能不能纯正？什么叫纯正？就是我有点事儿出去一趟，我一会儿回来的啊。一会儿回来再来，那算时间的。啊？那算时间的。我知道我这个时间不是还没用完吗？咱俩现在满打满算按了15分钟，我不还有65分钟吗？我存的，一会儿回来啊，行不行？这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。但是我走的时候，你不能给我，不就是你不能给别人啊？你等我。我原本就下班了，他非让我搁这来给你按完再走的。我已经早下班，他让我加班给你按的，我肯定不会去的。不是，不是，我不太信任你，我得给你奉上，奉存上，行不行？好。可以吗？可以。我拿保鲜膜给你送上，给你全身裹上，裹得像个粽子似的。我一会儿回来，咱得解答。我不要，我绝对不会走的。我搁这屋不行不行不行，咱俩得彼此建立信任，以后可以慢慢信任。你刚才不答应了吗？不行，我以为你是形容，你还真疯。我真的疯，真的疯。你刚才不答应好好的吗？那不行。快快，我给你放放。老妹儿，都查好了，你睁一下看能不能睁开。不能是吧？不能啊，字儿我也签好了啊，你别动，动了字儿没有了，这阵儿我再签一次。啊，别动啊，等我回来啊啊，听没听见？行。Top 16，这个是准备给我泡澡的吗？啊、哦，对。你去给我弄点八四消毒水，我倒进去。八四，那您还能泡吗？能泡，消一下毒。
行，你稍等。嗯。你看这个行不行？这什么东西？内蒙先生，这洁厕灵啊？哦。你整我老妹儿？不是，没有八四呢。不是，您真不知道我啥性质。我真不知道他这个。来。不是，您是想就是给他消毒还是？对，消毒。哎，老妹儿，你给我按摩，你消毒了吗？我怎么消毒？你全身消毒了吗？全方位？我也不用吧。不是，你这么样，这第一缸水你泡，你去二毒，我出去你泡，你去二毒，我你再给我按，行不行？不是，你去二毒，你泡这第一缸。你稍等一下。不是，哎，你别走，这玩意儿气味好，除异味，用完气味清香。你先泡第一缸，这不洁厕灵吗？哎，你拿来，你先泡，你别走，老妹儿，老妹儿。Top 十七，大九九就行。哎，我问一下，你们鸡翅过年放不放假？不放假。那怎么不吃？过年不吃饺子吗？吃啊，我们店里没有。不是，那跟那个家里包的也不是一个味儿啊。一样啊。不是，你这么样，你今年过年上俺家吃饺子呗？你愿意吃什么馅儿的？我爱吃三鲜馅。我让妈给你包不行吗？行啊。你过年上俺家去呗。行啊。行啊。一会儿咱加微信，我过年我过来接你呗。行，行不行？我坐车去就行。行吗？那上不好吗？我来接你吧。没事。行，坐车去就行。好好好。Top 十八，泡脚。不是我泡，是给你泡。给我泡啊？啊，我吧，也是一名足疗技师，出来出差好几天了，挺长时间没给人家按了，怕手法生疏了。今天我给你按，全当要我熟悉熟悉业务。啊，那我这怎么给你下蛋呢？没事，该多钱给你多钱。来，你躺，我给你啊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这还当老师的呀。啊，没有事，来吧。那就是拿你熟悉熟悉业务。啊。那我这不开心了吗？没有事。你这坐着呢。嗯，在这边。走了。